呀，怎么啦？这个怎么玩？哎哎，杰克，杰克，我的完蛋了！杰克，再让你一次机会，来。听起来压力很大。他说别人先哦。嗯，不要害羞嘛，你这样不会进步、啊。对啊，你这样没办法进步 啊！你今天起码要出两张牌，有没有？你们先。杰克很不会讲故事呢。对啊。好了，那小雨好了，你也可以出题啊，继续那愚笨的熊猫也可以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不要啦，换人一下，小雨换人，小雨换人。好，我看啊，可是我没有角色。愚笨的蜜蜂。从前，没有，从前，在一个。美丽的森林里面，你怎么放他照片？突然有人放他前面这里啊？好的，就感觉是，哎、欸，对哦，我看的视角是哈蒂那边。哦，你坐在哪里啊？转方向不对。好，然后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呢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在那边的冒险者。嗯，他就是从他家出来，他有没有宠物？他身边现在没有跟着宠物，哎、欸，没宠物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没有啊。做什么？他有没有家人？等一下，让我讲一下他出发为什么到森林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一个冒险者，他就是很喜欢花花草草。嗯、然后他那一天呢，就是出门，然后到他家附近的花园，他想说要去花园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、一些新的动植物啊，他想要去看看。结果呢，他那天就发现一个闪亮亮的东西。你刚说植物吗？植物吗？树是植物的，对。花园里面的花花草草，出来没错。对啊，他讲植物，他讲动植物，他讲动植物吧。好吧，出吧。所以我们游戏我有没有牌可以出了？等一下，他干什么？一个冒险者跑到花园里，他为什么会穿过森林啊？你看，你就不让我讲完吗？他说他有的，先不要乱讲。感谢小甜。你要自己问他为什么从花园去森林了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从森林去花园吗？在森林去花园啊？他是现在在森林。哦，我来说他为什么会去森林？嗯，所以这是一个计划吗？所以这应该是一个他踏上他的旅途了吧？啊，对。那因为毕竟要去森林，所以他是随身携带了他的斧头以防身用。哦、然后时间久了，就来到了夜晚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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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来去！哎，夜晚发生什么事情？然后我要开始研究一下，我剩这两张该怎么办？抽牌吧。牌都帮你抽好了，抽牌换回小雨啊！对啊，抽牌都要换小雨。嗯，好，你们就是上一家打，拿、啊、碰一个，然后上一家再继续打。哎、欸，我知道怎么翻开来啊 ？F， 嗯 ，F， 好，换小雨了。他晚上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晚上了，晚上了。好，然后到了晚上呢，他就觉得啊、哦，今天一整天出去，在这旅途上面，他觉得非常的累，所以他就决定要先睡觉。所以他为什么要上旅途啊？还没讲完被打断了。哦，他觉得很累，他觉得你先睡一觉。然后呢，他睡着睡着，他就觉得好像听到旁边有一些奇怪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这该讲了，这该讲了。稀稀疏疏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蚂蚁在叫吗？他目前还没有。蚂蚁在叫。他就是睡觉躺在床上，然后就觉得旁边有一些声音，他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呢，就他就往外看的时候。就发现外面有一个小偷，小偷，对，有一个小偷。然后那个小偷呢，就被发现说他在偷外面就是那些旅行者们放在旁边的行囊。嗯，然后他就觉得哦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这小偷也太过分了吧？嗯，他觉得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当一个就是有为的一个那个冒险者。然后呢，他就决定上前去跟那个小偷打架。打架？然后对他跟那个小偷打架，只有打架吗？对，哎、欸，有没有打赢啊？谁输谁赢？他们就打不相上下。哎、欸，那所以变成伙伴了吗？欸、一个高拳，然后一个上高拳这样。那时候繁星说什么？所以他们变伙伴了吗？所以你刚刚说他怎么样去打小偷的？空赤手空拳。对，赤手空拳，然后脚呢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赤手就是左，我刚讲了一个左勾拳，一个右勾拳的两个互相会。哎，别忘记他还有个武器是斧头、哦。对啊，他还有斧头、啊。可是因为斧头放在里面，他就出去拯救他，对不对？好好好好。
就还是红色的、哦，两个都累了，红色斧头、啊。然后两个都累了，然后就是打到两个都躺在地上这样，然后互相看着对方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很眼熟，嗯，很像谁？他静下来看着那个小偷的时候，觉得他长得很眼熟，是他弟弟对不对？看着，没有没有，他就是忽然想起来啊，这个人长得好像他太太哦，是你的吗？是你的吗？听我讲完，然后他就突然想起来。他来到这个地方，好像是他太太以前就是住的村庄，然后他就想了很久很久，想说，嗯，我的太太这边应该是还有一些家人在才对啊。他就问他说，他就问那个小偷说，你问了吗？那个你家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姐姐啊，或是表姐之类的？表姐姐姐是不是？哇！他姐姐啊，啊，就问他说有没有姐姐嘛，然后是问说。换你掰了，他已经乱歪了，换你掰了，他已经乱歪了。然后，就问说有没有姐姐？之后呢，他就问了姐姐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姐姐是不是也跟你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就是专门在偷东西啊？然后或是说之类的事情？”然后说不是，他说他们是互相去，就是。搞一个黑脸白脸，就是一个偷东西，就是东西会失窃嘛，一个偷东西，然后一个还东西，这样就 让大家其实有比较有一个让他姐姐就是有一个白脸的状态，让他可以好维持村里的那个安全，让大家有安全感，这样至少有人可以守护，这样权力斗争哦。他都偷什么东西？他都什么很多都偷，什么都偷，所以我不太确定呢。怎么偷？那我这些什么都可以吧，对不对？欸、不行啊，你看那个字啊。然后他们也说，他们每一天啊，就是他们都两个会互相追逐给那个村民看。嗯，哈，互相追，哦哦哦、互相追逐给村民看。然后呢，可是就按他们这样觉得，因为有这样的状况，然后村民有这样的有姐姐这样的领导人都觉得很幸运。对对对对，然后。然后，嗯嗯，现在都还是小偷的那个心路历程的，嗯，对，现在是小偷，对，现在小偷他在讲过去的事情，就结局就在小偷这边就没了，有吗？对，而且那个人到现在，还没，然后他，然后到了隔天，就他们都是互相聊一下，结果就是直接在地太累了，就在地上睡着，嗯，有生蚂蚁吗？没有，没事没事，就是睡着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嗯，好，然后醒来之后呢，那个，他弟弟突然发现啊，他的那个哈基想干嘛？有人跑，突然发现了他长了一个猪鼻，好像有人他，好像有人对他下了一个干嘛？变形是不是？变形是不是？变形了！所以我这样算猪吗？就是他被诅下诅咒，这样算猪吗？成功做，就算你猪啊。然后就是被变形啊！对，干烂成这样，我要怎么接啊？这个故事要把它摆回冒险者哦，已经加了点魔法元素了。好，于是那个长得像太太的就走了，拿着红色斧头的走了。好好，给你，很烂了，我让你。他们两个就分离了。好好好，给你，分离了。然后他决定他要前往前方的沼泽。回主线，对，终于回主线了。他捡起了武器，踏上旅程了。啊！要走多长？你铺多久了？对，好坏哦！你的斧头铺多久啊？哇塞！你这么想要？哇塞！喵哈，你好坏哦！再看一下，这是排运。你会做？我刚刚是那个沼泽，是后来抽到的。你要不要一打六啊？你要一打五啊？哎，我这个打断杰瑞，我这一坨其实可以讲一个很短的故事嘛，很好拼哎，可是都轮不到，你们都没有讲到，好可惜哦。然后我还有这个，等一下对手死亡之后，然后变夫妻，这样怎么接？没有啊，你可以说他们打，哦也不是。对啊，所以我要是要做到旅途，然后就被变形了。看不见了。
我是什么？最后他们停止了打斗，可恶，我还没有把它讲完，还没重归于好。两个没有出过牌的，就是我跟那个杰克。就说不要叫兄弟姐妹吧，是吧？不是要问一下吗？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结局卡不见了、啊？我还没出啊。对，我的结局卡不见。就。哇哇哇！翻好翻好。看不下去。哎、欸，我收到地震警报、欸，哎。哦，翻桌翻，然后看一下聊天室，再翻太用力了，翻太用力，对吧、啊？翻轻一点，翻太用力啊！抱歉，赶快赶快带手机跑哦！快跑快跑快跑快带手机！好像是南部，南部啊，嗯，跨买一二三，高雄跟桃园，高雄跟太多地点了啦，白痴、喔，地点才好啦，地点才好，没办法，我要穿过了高山，越过了小桥了啦。反正你刚刚都有个旅行熊猫了，可以啦。那不是我，是杰克创的。哇塞，我这一次有点难。杰克先啊，杰克先啊。嗯，杰克是不是都没出过牌啊？我起码稍微至少先让你出三张，我们再抢，要不要？好。他是一位旅行者。他是熊猫吗？不要用熊猫了。他是个人，他是个人，然后他要去洞窟探险。嗯，他要去洞窟探险。你讲那么多，你还没出牌哦、喔？你讲那么多，一张牌又没出来。洞窟，没有，不要来洞窟哦、喔，可恶！他什么战斗是不是？对，他跟野人战斗。野人，野人，他拿什么？他至少收钱。会怕啊！接下来呢，他看到一个大水池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宝物。不是他们战斗，然后没有任何结果吗？就是像不像他太太？不是，他们两个战斗总有一个冒险者赢了，冒险者赢了，好。那所以有人受伤是不是？不能，等下他还没讲，你不能拉出一张讲啊！再让他出一张，你要他讲啦！不是，他没有讲有人受伤啊，一个诱导性，你不能直接拉出来诱导。所以野人长得很漂亮，还是很丑喽？还是冒险者失明看不到？那我直接瞧哦。好，你讲，你讲，像不像他太太啊？然后他进入那个水池，捡了那个宝物，然后回到岸上之后，用引火，然后把他的身体烤干。哦，可以，可以开枪了。开枪了，开枪了，开枪了。好，烤干然后嘞？烤干然后嘞？没了吗？我想一下哦，在哪里烤干？在哪里烤干？在岸上。岸上有什么？有树吗？岸上有什么东西？有蚂蚁吗？有太太吗？宝物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动物啊？什么龙？我就要抽了。啊啊！其实应该还可以，到那个还蛮好接的地方哎、欸。又是喵哈，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。又是喵哈了，可以逆转了。逆转。而且我觉得待会结束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因为真的还蛮好笑。现在没办法讲。我讲到的都被你讲，都在你那边吗？其实刚杰克讲的第一句我可以断他，但我不好意思断他。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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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你。杰克，换我。杰瑞，啊，换我吗？杰瑞吧。哦，现在逆时钟是哦，现在换一下。然后刚是烤干了嘛？烤干了，烤干了。然后几分熟啊？然后他烤干了之后，他，烤干了之后，他往回头一看，发现那个野人突然变回了一个老人。哦，野人变老人？对，他呈现一个康复状态。然后老人跟他讲说，因为他受到了诅咒。谁给他诅咒？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你会不知道？老人也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因为他没看见。然后他拿上了他刚刚拿到的宝物，拿到宝物是一把剑。嗯，对。老人谁拿到宝物？野人还是那个老人还是那个冒险者？冒险者啊！冒险者拿到剑。对，冒险者拿到剑。你要干嘛？没有没有，他刚刚下水捡到的、啊，你刚刚没听吗？下水捡到的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他回，然后我再讲一讲哦，然后他们就一同去郊游，
一同去郊游，一同去郊游，没有，一同往就是去找一下老人的什么？老人在哪里？老人的家，家是不是？谢谢。我也在想要了这一张，可恶。然后，冒险者在老人的家里面发现一个地牢。哼，那地牢里面发现了一个仙女。地牢，你总是要进去，要有个什么东西才可以进去地牢吧？画面直接带到地牢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你真的要吗？转场。啊，就直接进家了啊，就直接进地牢了吗？可以。然后冒险者就想说，不对，竟然有这么漂亮的仙女，这个不是他家。对，就觉得有问题。所以他们是怎样？他们是看到遇到仙女是不是？然后冒险者打又回，要怎么讲？拿他的宝剑杀了野人之后，然后打开了地牢的门。